大家好，我是佑明，我今天要带大家去观音山的灵烧步道玩。在去灵烧步道之前，我们先带各位去那个游客中心跟猛禽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猛禽馆的老鹰标本相当精彩，欢迎大家来看。大观鹫是目前最大的猛禽，身体可以达到2-3米。这里有猛禽的握力测试，你可以用力握看你是哪一种猛禽。我是雄鹰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佑明，我今天要带大家去走灵烧步道。我们前面就是灵烧步道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空中的木栈道，旁边都是很高的树。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那是蝉叫声。这里生态非常丰富，还有自助式导览，就算没有人带你，你也会学会。你看灵烧步道中也有休息站，你可以在这边休息，吹吹风。你看灵烧步道的生态非常丰富，还有蝴蝶在你旁边飞。看今天的视野非常好，今天可以看到林口台地还有台北盆地。各位，灵烧步道有两段，我们现在走完了第一段，现在带大家去走第二段。各位，灵烧步道第二段到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走步道吧。不到唯一的楼梯，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去走。这段呢，就是你找不到最好拍照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走最好拍照的这一段。各位，你看，真的视野好好哦。眼前的花山院法皇是日据时代大正15年，日本佛教界由各地佛寺宣募33尊观世音菩萨持佛来台的其中之一。楞严阁是第二代住持本源法师于西元1926年兴建，材料采观音山石砌成两根植物建筑的形式，融合了中西合并的多种不同风格，其楼廊道呈现出是北台湾的地方色彩，石柱的柱头则是带着雅典巴洛克造型的风味。3、2、1，大家好，我是你是谁？